万法还归于心，那就是这个含义。指厌离烦恼，指止息烦恼，这两句就告诉我们回向的力量。说念佛求法是断烦恼的，你知道你厌离烦恼，这句话好像很普通，不知道众生不知道。举例来说啊，大家厌离烦恼，而且他自己制造烦恼，人人都不愿意烦恼，但是他人人都在制造烦恼。讲几个简单例子，喝酒是烦恼还是快乐呀？明明知道喝酒不是个好事儿，一喝喝醉了又耽误时间，喝醉了就那叫迷糊了，迷糊了就做很多坏事啊。想知道贪嗔痴是烦恼，但是不厌离，一天还在贪。等能知道厌离烦恼了，得有一定的功力了，那就是修行到一定程度才知道烦恼。知道了不行啊，怎么样断？让烦恼止住，止息烦恼。烦恼不是那么容易止息的，那你必须得学，要有智慧，防护烦恼不要发生，还得知道怎么样才断烦恼，烦恼怎么能断？烦恼是生死的根本啊！菩萨修菩萨道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佛告诉我们怎么断烦恼。修菩萨道是断烦恼。那这些大菩萨他修行菩萨行的时候能可以断烦恼，他不断，不正实际。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是说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知道如何断惑，如何证得空性。这简表二乘，二乘人他见惑思惑的烦恼，他把它断除。菩萨不是这样子，他留惑运生，要到究竟的到彼岸，人他们究竟成佛呀。二乘人是断烦恼，但是他不究竟，断得不彻底，有的不度众生。菩萨呢要学佛要度众生，留惑运生，他能证得到，跟阿罗汉一样的能够断得见死烦恼。但是他
不断，不正实际，不正空性，达到究竟空性。究竟空性跟二跟二乘的空性有什么差别？究竟空性能自在，能断细烦恼，断根本烦恼。二乘人是断的见思烦恼，不能断根本烦恼。菩萨想断功能烦恼，那得化度众生。没有不度众生的佛，要想成佛得度众生。他要想达到究竟道彼岸，不但断见思，还要断尘丧，还要断无明。这样的来说，菩萨他暂时不断烦恼。善学菩萨所修行的，过去发愿想成佛，想成佛得化度众生，化度众生才能成佛。化度众生是个很困难的阶段，众生不是好化度的，这样的，断了是烦恼是解脱了，没有见思烦恼就很自在。但是留惑不断，就得受生，是不是？这个二乘人怕受生的时候又迷了，菩萨不怕，菩萨不怕啊。所以菩萨在为了利益众生，留惑运生，有解脱道，正入解脱道。这解脱道呢，不究竟，所断见思烦恼，菩萨不入，不入二乘，不入二乘，利益众生，为了达到究竟证得佛果。他去求方便善巧慧，知道佛法无边，所以发愿众生无边誓愿道，有动静作声。这些众生心所分别皆无处所，众生的心所分别就是烦恼法，什么事啊？心法有八，心所法呀有五十一，这就是心所，就是迷惑没有根基的，无有处所，没有处所。而已说有种种方处，本来是惑业，没有处所的。但是菩萨要演说的时候，说有处所，就是善巧方便智。咱们前头讲了，要学善巧方便智。本来一诸法实法没有分别，菩萨呢示现分别，法无造作，示现造作，调伏一些众生，不但有智慧，还得有大悲心。这就是悲字双运，大悲和三教放鞭子调伏众生，
这是第六种，入宝柱，柱在此法上就是宝，宝是生长意啊，宝能生长意，宝能解决贫乏，贫乏，说智慧贫乏，说的宝所，宝所就生成智慧来了，啊，大悲心不具足，生长大悲。要悲字双运才能成佛。这一切法皆通一性。一性是什么性啊？一性者无，一性就是无性。说诸法无自性，就是一切法没有实体，是假的，如虚幻泡影。金刚经上讲啊，如幻如化如影，本来没有总性，无种种性，皆有一性。所以说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，这是体上说的，就是那个无性的性，同一性故。说无有总性，而能够成就无量性。各个人有个人的性情啊，咱们说人各有性，这个是幻的，不是真的，这个性可以改的，不是真实的，属于生灭的，在这个性上呢，无量无可算数性，无可称量性，没有色，没有相，没有一，没有多，一切皆不可得。怎么了解知道呢？是从学佛法来的，是了知的，是住佛法。如果这样认识，就是觉悟的法。如果随这些个流转，就是迷惑的方便的法，有众生法，有欲此法。说菩萨行菩萨道，知道怎么给众生回向，回向，众生不知，菩萨要立动上，要回向。回向是菩萨的大愿，回向愿利益众生，让众生都能明白，明白他本具有的佛性。如果看一切法是生灭的，春生啊，夏长啊，秋收冬藏啊，水的流性啊，懂得这些一切法的性，懂得这些，研究知道证实一切法皆不可得呀，得不可得处，不可得处，那你要得到那个就是佛法，那个得呢，得无所得，就是回归自己的本来的自性，但是得有方法，因为现在迷了，那你得学佛法，学觉悟的方法，才能回到你以前的觉，那叫本觉，本具有的。
经常我们在佛经上讲无觉圆明，从不本觉你迷了迷失了就有不觉，不觉不觉或者闻闻佛法或者听此造善知识教诲就识觉，不觉识觉，识觉以后咱们现在讲的三贤位的菩萨就相似觉，相似觉悟了还没有真正觉悟，相似觉，相似觉正若登了地了菩萨叫分正觉，分正觉达到圆满了，究竟成就了叫究竟觉，究竟觉恢复了你本来的觉悟，究竟觉跟本觉合二为一，中间相似觉呀、分正觉呀，这个过程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这从凡夫法到声闻法，声闻法到菩萨法，对。那凡夫法呢，包含着不善。是呢是善，善恶对照的。咱们现在讲的大乘大济时论。昨天龙法说大乘大济跟这环境它的差别在哪里，就在这里。在这里。一个圆满的，一个是次第的，那是行部，这个是圆融，那也是凡夫法，这是佛法，圆满法。一个世间法，一个出世间法。因为大乘大济时论经前头讲的是无欲之法，到后头就圆了，后头就圆了，说大乘嘛，前头是讲小乘，讲生灭，那华严经是直接着就讲不生灭法，生灭即是不生灭，生灭是世间法，不生灭是出世间法，用出世间法把世间法都把它圆满回归于出世间法，世间法是有漏的，出世间法是无漏的，是不漏了三界，不漏了三途八难，分别有无跟无为，有为法跟无为法它的差别。菩萨摩诃萨求佛不可得，求菩萨不可得，求众生不可得，因为法不可得故，在不可得而要调伏众生，要他成就不可得法，是吧？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得生正觉，因为实慧相的菩萨啊，就能善巧观察了，分别而知一切众生
哪一类众生以大乘法得度，给他说大乘的教义；以了义法得度，说了义法解义。因此呢，菩萨必须得具足三巧方便慧，这要靠三巧观察，观察一些众生，知道一些众生，哪一类众生应以何法得度，给他说什么法。菩萨也示现到众生当中去，实现众生的境界。诸佛没有境界，众生都有境界。一说到境界，就是众生法，不是佛法。到了无境界的境界，这是佛的境界，涅槃境界。把一切众生的境界以方便三巧化导他们，都让他入佛的境界，就入到无境界的境界。那菩萨要满足一切化众生的大愿，那得修菩萨行啊，不行。没有一位菩萨不发大愿的。大愿，什么叫大愿呢？就是度一切众生成佛。对，这就是大愿。怎么发大愿？学着发大愿。因为不会发大愿，这十回向品呢，比十行品、十住品，在文字上要长。就我们发愿，因为我们欠缺的，缺乏发愿，不会回向。发了愿，把这个愿回向给众生。那么现在我们学了佛法了，懂得佛法了，要发愿把我们这个懂得的智慧给众生，让众生都有智慧，这叫发愿。最终的目的达到众生都能成佛。当然众生都能成佛，菩萨他先成了，因为他先进了一步，他化度众生成佛，他是先成佛的。说菩萨摩诃萨必须得知道什么是三巧方便，知道懂得三巧方便了，用三巧方便说法。所以说佛入涅槃，涅槃就没有了，咱们因为就死了，这是不知道涅槃的含义。涅槃含义呢，佛是示现的了，不是真实的了。说涅槃是不生不灭，不死。假使你跟众生说你有不死的方法，你让众生不死，他非常高兴，他会要跟你学的。那就要学涅槃，就是那不死的方法。因为菩萨为了度一切众生，你必须得有方法。有什么方法呢？佛法。
佛法当中有的是根本，有的是方便善巧。但是都是心想建立，心里想，回向啊，就是想啊，心想嘛。好多人认为，我要你想一遍，不是事实啊，想会变成事实，还想的对不对？善巧方便好不好？头几天有几个北京开贸易公司的，他来问我，说老和尚，学佛能不能发财啊？我说学佛能发财，发的大大的财。他说有好大，我说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都是你的。他真的吗？我说真的啊。那老贺你怎么没发财？我说我不想发财，我没去做贸易。我说我发的财是法财，知道吗？他说什么叫法财？我说佛法的财富。世间财是五家供的，不是你的。他说我没听说过呀，我自己才这么五家供啊。我说你要遇着火灾给你烧光了，没发生火灾吗？你当然没有了。水灾看到了吧，那房子都给冲垮了，财富都没有了。水灾火灾强都强你，你没办法抵抗，小偷偷你，强都强你，火水强盗三家，国家没收你，说你公司非法，好，你全部财富没有了，这四家。还有呢，我你的儿子啊，不孝子孙，把你的财产都给你败坏了。世间的财富是五家供的。我说我现在得到的财呀、啊，你想发的财，我现在发的是法财。我知道很多佛法了，我怎么样能照这个方法做了生死？怎么样能成佛？方法是懂的了，我就等着发财呢。发什么财？成佛。这三千大千世界，我说每一个佛都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这三千大千世界都属于他的，无量无边的奇宝，无穷无尽的宝藏，这就是发大财。那么我们把这个说成什么呢？这叫善巧，善巧。想发财的跟他讲，你学学佛法吧，学佛法能发大财，什么七宝大千世界整个都是你的。这耐财的人啊，耐财的人，不想死的人，都想长寿。什么最长寿？涅槃，永远不死。我曾经在纽约有一个问我，老和尚，你们和尚有不死的方法没有？像老道、道教，说这，我道教还是死了。那些个老道，那些在这什么张三丰了，我说老子也死了，老子在哪里啊？